咁呢条片咧就教大家咧去电车厂嘅集合地点啦。咁首先你要揾到水街先。咁水街嗰度咧有个香港万怡酒店，咁就系猫猫 cafe， 就系而家镜头睇到嘅。咁然后向住海皮嗰边行啦。咁你需要过两条马路。咁呢两条马路都要小心啦，因为佢个灯咧绿灯好快就闪噶啦。咁首先咧就过咗呢一条马路先。咁然后咧前面仲有一条嘅，都需要过埋佢。咁你会见到咧，又过马路就见到系江乐道西，咁然后咧继续向前行，咁但系下一条马路咧就唔好过啦，咁你会见到油站啦，咁一路向前行，咁你会见到咧有个街牌嘅呢一个位唔好过马路啦，你会见到蜂蜜道，咁然后咧就转咗。跟住行多几步，你会见到咧有条电车轨嘅，你望住地下系啦，嗱见到条电车轨啦，系咪？咁我哋咧就系喺呢一个位置附近集合啦，咁我哋就会喺出面集合咗先嘅。咁正確嘅集合位置，我哋直情喺呢一个牌啦，好冇？咁啊，到时喺呢度见啦。咁可以睇一睇咧周边嘅环境。到时见。